欢迎大家来到兔狼频道，我是兔兔狼。今天这一集我们要准备带儿子去剪头发了，准备要生日。我想说在生日 party 前，他应该要整理一下他的头发，并且做个造型，定妆一下他生日 party 那天出场的样子。我们就是这种妈妈，对我们也真是非常有仪式感的。也许不一定会剪很多，也许也不一定剪得了什么。我觉得我们可以做，我们就试试看。其实我们原本想说他头发因为有点自然卷，我觉得蛮好看。如果来得及留长的话，我觉得不剪也 OK。但是呢，他现在就是刚好在一个很尴尬的状态，要长不短的感觉。对，这样其实没有什么精神的感觉，不如就帮他看能不能剪。艾琪老师亲自为恭喜操刀，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蛮有趣，我自己感触也蛮多的。养了他快一年，从他那时候、就是、你是要哭了吗？没有。从他那是什么都不需要的时候，到他开始需要什么玩具啊、书啊，甚至要开始剪头发，然后还跟我们用同一位设计师，你不觉得很奇妙吗？可想而知，他未来还会有更多跟我们共用的。然后你会觉得，哇，你竟然开始跟我共用的那种感觉。对对，这一天竟然已经到了吗？这么快。而且你会觉得，假如说以去剪头发这件事，你会觉得它频率越来越长。哦，怎么现在变三个月一次，一个月一次？对，然后就。对啊，其实也才个小一岁而已，但是你就有一种好像他明天就要长大的即视感。我觉得我们很看重他这个一岁生日，邀请了很好很好的朋友来参加他的生日 party， 还蛮勤的，因为大家工作都不一定，七早八早就请大家一定要把那一天排下来。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重大意义，除了出生哭呼吸之外，第一次感觉到生日，我们会好好的帮他记录，而且为了帮他记录他最帅的样子，要帮他造型，因为他是才一岁嘛，听不懂人话。没有办法，他听得懂，没有办法真的控制他剪头发这件事情，所以会准备一些道具。我们还有跟艾琪先讨论一下对策，他给我们了一个 VIP 的服务，人家提早上班，专门接待他，专心的剪他。然后除此之外，我就是自主的帮恭喜练习剪刀，在咔嚓咔嚓的声音，一个小影片给他。对，这是我的自主练习，为了帮他剪头发，要准备哪些东西，哪些道具，好好期待哦。好，现在要准备带仔仔的东西，平常我们出门。有时候常常都是用这个行李箱，不过今天带的东西比较大，所以我们今天用的是这个浩肯包。这椅子为什么要带呢？小狼帮我们解释一下。因为那个法郎的椅子呢是给大人的，他坐在这个椅子上其实很乖，三点式的扣环可以固定住他，再搭配小玩具给他分散注意力，我觉得试试看，来把它放进去吧。这个包包很赞哎，而且它很轻。放反了，这个不是我预期的方向。对，是这样哦。你看刚好吧。还有一件衣服，因为法穴怕会扎到。所以帮他带一件衣服换，还有这个很重要，宝宝发蜡，它有两款，一个是硬式，一个是软式的，因为我们也不是美发专业，让艾琪老师帮我们决定，准备出发。剪个头发像打仗一样，你一只宝宝一台车，装备一台车，里面还放了妈妈包，看看我们这个阵仗，这不就是剪个头发吗？有必要搞这个样子吗？我还是挺靠谱的。恭喜剪头发咯，怎么可爱啊，啊呆啊呆的又来了。你把发廊变得有点不一样哎、欸、你看你的座椅长不一样了，你的东西也长得有点可爱。我们先梳梳头发感觉一下。哎、欸、我们吃饼干。一直吃呢，这是我的子弹。现在已经在讨论他的发型应该要怎么处理，主要是这边这个偏烦，不然我其实是很想给他留长头发的，十个长发男九个渣是吧？艾琪有想法要给他怎么剪吗？这边剪短吗？这不是光的。好像真的可以快很准给他剪哎，一边喂他吃东西。给艾琪看一下，我现在子弹只有这些。哈，所以这是速度挑战。我以为你有带很多。我想要偷偷帮他夹起来。好啊，夹夹看。好漂亮哦！好漂亮哦！啊，真的很漂亮哎。好好笑哦！啊，好漂亮哦！啊，怎么有人这样剪还这么漂亮？嗯。只想吃。好，来来来，感觉不妙。来，喝水。一。啊。我现在觉得很紧张。啊，这个。哇。看看艾琪的脚步，我真的是明天会酸到，一直蹲马步。啊，喜欢人家讲八卦。啊。每剪一刀都是哦，没有，你看，你看，
哦，又成功了，成功了。成功了，成功了！我第一次看到艾琪老师稍微微手抖，我捡到他，所以我要非常小心。好难啊！我真的觉得好难。我觉得我们根本在整艾琪。中场休息一下。不要，你要什么？你怎么了？真是不敢相信，一个剪头发需要几个大人。现在使出果泥的绝技，我感觉是很有用，恐怕是支撑也是不了太久。我们等一下先剃另一边，因为它果泥有限。那个妈妈的眼神。好，姐姐对不起你哈，赶快给你喝。怎么会没有人？没关系，想办法。对不起，对不起哈。我们现在已经快要经历最困难的时候了吗？想办法，就是再挤，再推，再推，再推，再给他假装。心超快的。对，他心超快的。好，马上要。哦，有用哎。拿水，水，水，来来来来来，喝点水，喝点水，来来来，好，赶快，赶快。哦。哇！啊，宝贝，怎么了，宝贝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，宝贝？你怎么了？啊，好帅，帅！啊，手指头！恭喜啊，你开心了哈，开心了哈，剪完很帅啊。难得的祥和，妈妈心得。谢谢，我已经收到你的心得了。那个表情说明了一切，辛苦你了。哦，艾琪老师，说明一下这个最后的发型吧。我们这边往后拉，大家有一点外国那种自然卷感觉，飘感。这边就披头士啦。辛苦老师了，辛苦老师了。辛苦老师被记恨了，真的太讨厌我了。用了宝宝发蜡在帮他造型，好帅哦 ！Oh my god！啊，帅哥呢？这个侧颜蛮厉害的，这是宝宝发蜡，各位可以放心，这是渣男感。请问你知道你这样很帅吗？小帅哥，好帅哦！有个渣男感，很渣呢。好，不渣不渣，好帅，好帅。我们到家了，你还好吗？我们把恭喜还给保姆，因为我觉得我们需要休息一下，刚刚就是奋战得太辛苦了。你看我头发都乱了，乱到一个不行。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还剪吗？还剪，因为我发现他剪完头发回头率有一点太高了。还蛮有成就感的，因为这种事情你不试也不知道嘛，不知道他到底对剪头发反应是什么。下一次的话我就知道了，下一次剪头发我会再给他带更多的食物。食物好像对他来说目前的现阶段有吸引力。这一次的发型并不是最理想的状态，但是因为考量到他的状态嘛，觉得我最受不了就是原本就是耳朵很长遮住的地方被剪得很漂亮，所以其他的我其实就放过我。艾琪老师比较可怜，因为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。这边应该有个断层，我其实应该要把这边修顺，然后中间就一直看到艾琪老师一直这样，好想剪，但是恭喜不允许。但是后来他上了发蜡之后，我觉得他有说服自己说，哦，这是一个还不错的发型，因为恭喜有一些自然卷，可以在他的认知感觉是一个类烫卷的感觉，后面还是有一点造型，虽然没有剪到。烫卷。对，他抓一抓之后，其实还是觉得，哎，还行，还是不错这样子。然后我要说，这颗头回头率。高到他平常就是一个会有回头率的婴儿了，平常大家看他第一回头率不那么高，第二就是看了宝宝之后不会看妈妈，但这颗头很神奇的是看了这颗头，就是看了整个有这颗头的娃娃之后，除了觉得这娃娃好可爱，还觉得要看一下妈妈长什么样。想象的妈妈可以生这样的小孩是不是？爽吗？还不错。剪完那头发去便利商店，你知道我回头率有多高？是我去便利商店买咖啡，没有，我有进去。你不知道我进去绕了一圈，我有看到，因为很挤。那你回头率会不会是因为太挤？你被推个婴儿？你怎么这样子？不是，没有，他的回头率真的很高。你不要。但我必须要说，就是送他回保姆家的时候，刚好遇到保姆那边的邻居，他整个停下来聊天，说这个小孩好可爱，对，夸张的那一种。
还没平复完那个很累的，换你拿，我手好酸。我今天抱小孩，我手才酸。刚刚我们不是有提到下一次就是要带更多东西吗？我觉得这样的话，应该在大一号会更适合我。这个包包还有大号的啦 ，medium 中，这是浩肯包，它拉是真的很滑顺。阿郎觉得出去拉的话，还是要怎么样？抓着两边或三边，因为太滑了。台湾的路况我觉得不是非常的友善。这个包现在有在团购，你们需要的话可以去看看参考。整体来说，我是很喜欢这个包的，因为我觉得很方便。我把妈妈包什么全部丢进去，用拉的就不用。对啊，它其实还有一个拉链可以把它拉起来，对，蛮耐用。然后整个材质就是防水啊。需要省力的工具的话，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很棒的。选择扁扁的，撑起来其实很挺，真的很时尚，很酷炫啊！现在这个妆刚好，可是我觉得随着他年纪越大，你可能带出去的东西更多样，要更大的时候，以及我们如果要外出，可能之后有两个小孩，我还是觉得应该是要大的。这个真的很大，跟那个橘色大垃圾桶有的比。你硬要选，你会选大号？对，我会选大号。这也是我们刚到手的东西，今天就第一次给他拿出来用，之后去韩国选货也可以拉。对啊，我觉得银色超好看，其实我觉得黑色我也是很心动的。好啦，那今天影片就到这，喜欢的话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想要说拜拜。今天看起来超狼狈的，确实。